本集节目由摩尔空间个人仓库赞助播出。Yes, yes, yes, yes。大家好，师傅。哎 ，funny, funny, funny。邦达真的老师傅厉害。哎，我们真的很热烈。我们剪一个广告剪成这样子，真的，我们广告五分钟，台哥一直在讨论那个裙子到底有几种穿法。不止台哥吧？我们聊天室全都爆了。对，真的。而且还有人讲说，只要把那个裙子拿出来拍卖，让木曜活到年底。2019年底没问题。尾牙加菜。OK 的，好不好？来喽，趴吐哦，趴吐了啦！来那个一日半马跑者 ，check it out， 趴吐，请看。风光明媚，对哦，阳光普照。今天正是一个适合跑步的天气。我觉得你真的很会选，真的千选万选，选到一个快中暑的一天。哦，那是你身体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是阴虚火旺，肾虚缺水，一去不远。压得好好。台哥这边是哪里啊？这边是社子鸟头公园啊。欸，这里很美耶。真的找不到这么漂亮的地方。我跟你讲，一般年轻人呢，都会流行下载一个 Nike 的 App。然后你看这个 app 里面就有一个马拉松语音教练的功能。如果说这个教练很忙，你没有办法预约到他的时候，你下载这个 app。可是我并不想预约他，我想预约泡泡。比方说泡泡，哦，我想那个是之后才会推出。车，先氪金20000才会有泡泡。你跟我讲，然后带了这个 app， 对不对？他就在旁边训练你，然后怎么热身，怎么跑。就是我在跑的时候，他在旁边靠就对了。不是，你说。我是 NRC 台北的信和教练，今天我会陪你进行这次的速度训练。如果有的时候陪你跑的那个人呢，他本身就是马拉松教练的话，就可以陪你。对，因为我刚刚欢迎信和教练，信和信和，对对对，对对，你已经跑到身上连一点油都没有了。还是有，现在你的体重这样看起来应该55，差不多，体脂12，应该差不多10或11，十以下，对，太屌。平均一天呢，随随便便就随随便很随便就很懒，大概是几 K？10K 教练像台哥这样子，他跑 5K 没问题，可以跑完的人呢，啊，他是有一个坎，比如说他过了几公里之后，就忽然间 OK 了。前面会有一个叫撞墙期的东西。我其实我不到撞墙期，但是我一开始就不舒服，就穿不过来，就挨磨了。喂，借我一下，拿过来。教练，那么胡说八道什么东西啊？你是不是你学生心理建设很重要？教练，这底下我替你挨。因为我们不能打老师。我要问一下教练，老师个人的最佳记录？我是中距离选手，我有跑过一次马拉松，2小时56，就走走停停这样。那时候是高一，就16岁。他高一。不然呢？都那么高，你叫你的选手怎么办呢？好，检讨一下。那你觉得台哥的撞墙期，你预计应该是在几公里？大概抓一半，因为一个距离，我们大概过一半的时候，你就会开始想，哦，已经过一半了，你就会开始越来越紧张。是吗？是。怎么可能呢，啊？你看我，反正说我一开始我想说，哎，欸，那我就轻轻松松跑，对不对？我就这样。这样好像很快乐，对不对？很快就不快乐，因为你只有一个人，你忘了开语音教练。今天我会陪你进行这次的速度训练。好，教练，那怎么样？我们开始跑之前，是不是应该要先热身什么？对，待会简单的做一个基础的热身。目标是设定今天是最少的3公里是一定要的了。3公里，三公里好像太短了，凑一个整数就5公里吧，好吧？好，啊，来热身。OK， 来了。check it out， 热身耶。Yeah。教练，为什么我觉得充满了痛苦？怎样的痛苦？我觉得跟别人跑，我就会觉得很丢脸。不会，你有看过雁行理论吗？我把你放在中间，然后那我就完了。不会不会，你会觉得自己是在中间被保护的那一个。是吗？对。那其实一开始跑步，我们会有一个简短的热身，做完操之后会。一个慢跑完之后，你可以做一些动态操啊，维持你的身上的温度。对，那我们现在要慢跑了吗？要慢跑了，开始对了。下半身也再往下一点，这样子，让你的肩颈才跑完才不会那么酸。
下暖身差不多 1.5 啊，差不多，对。我请问一下，我们目标是5K， 对不对？热身跑3K 是怎么回事？不是跑三，你听我讲讲。1.6 1.6 1.6K， 现在有感觉有热起来的感觉。妈热死了，好不好？什么叫热起来？抱歉，怎么了？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改成1600的大队接力。刚刚我觉得我的人生极限就是大队接力，没有办法。没关系，其实这只是第一堂课嘛。这第一堂课是？对，没关系，只要可以上过一半的课堂就成功了。中途放弃的大概比例多少？还没有。真的假的？真的是没有，他们是直接就死了，所以没有放弃。所以你有在兼做麦丁古达？没有，没有。好了，教练，接下来要怎样？接下来我们缓和一下，我们做一些比较基础。我可不可以脱上衣啊？可以啊，你脱啊。虽然有点恶心，恶心，恶心的。开始了啦，热身了啦。好，来，开始。休息到。热身第二阶段来。来，不然过来。你在旁边他妈躲在树荫底下，是个废物。没有碰巧而已，刚好有树。这里有够烂，爬山也不行，跑步也不行，走路也不行，可以干什么？教练，你们习惯一下，他需要发泄一下情绪。他现在觉得，他现在觉得很不爽。为什么跟他那么正经的讲这些屁话？喂，走位，再远。感觉差很多吗？差很多，对啊，这样子还能跑5K吗？教练，我用看你就觉得不行了，应该是不行。我们刚刚已经跑2K 了嘛，还是今天这样就算了，因为我怕你现在这样硬跑5公里会直接往生。其实来讲，如果你讲说就这样子的话，我也是不反对，因为我这个人是讲，我是讲随顺。其实我也可以跑5K， 甚至于10K， 甚至于。10K 就到这边极限，还跟你休息一下。这个没有办法休息，因为我们已经热开了，就要走了。你要走了吗？要走了。不用，我们要走，还没有走。不用，你不是要走了吗？不用，不要再你怎么样？走乱七八糟，到底怎么样？呸！我被你搞得很乱，到底怎么样？你是乱什么乱？要走还不要走？不走了，不走了。要走。没有，要跑了，要跑。出发了啦。开始了吗？现在是相信我能跑吗？真的可以啊。试着让你的呼吸深沉一点，不要直到肺更不出来。OK， 好。
达成一半成就了，来哟，来了，来了。前面热身那一段这样子很累，然后现在这一段比起来，我觉得换了一个，有差哦，真的有差，真的啊！他现在是在状态上面，对，有。哦，终于快到了啊！快到了，哎呦！最后了，最后一个直线，哦，开始冲刺了。对，很好，加油加油，多一点，很好啊、哦。耶、yeah。就热了点吧，太热。39，烂死了。39，这很烂吗？烂。教练，他像前面那些全部做完的热身加起来，他大概跑了多远？7.5有吗？差不多快了，差不多7吧。哇！我跟你讲，我觉得在这边开始宣布，要在这里练跑。宣布退赛。21不可能。其实没有人正中午在跑步的，就只有我们，只有我们是吗？太热。好，台哥，我们不跟你哈啦，让你好好休息一下。觉得今天的训练100分的话，教练给几分？台哥吗？对，99。天哪！教练真给太多了，99重阳了啦，一个重阳节啦，很屌。台哥休息一下。台哥今天真的不简单，因为今天的天气比我们预想中的热，前面的拍摄真的很忙碌，所以我们认为他的体力没有剩下很多，就没想到台哥一关一关一关这样过，因为台哥在今天的拍摄之前自己就已经有开始跑步，想要抓回那个感觉。现在10月底，这样持续到11月中的话，我觉得台哥应该很有机会跑21公里。同时我们在那边也要宣布一个惊人的企划，看着台哥这样子跑，我们觉得很感动，所以我们决定宣布巫药四超完团队参战 ，Check it out！ 就明天那个接力的时候，那个 GoGo 的那个配件包跟 GoGo 放在一起，因为你在运送的过程中，它万一没电或者换卡，万一没有人可以处理。哎，今天什么事？真尴尬，真的不行。我跟你讲，我就跟你们讲说，昨天千万不要去唱歌，而且唱到早上6、7点。现在是怎样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真的快要急救了。你昨天一公战侍女，然后没有没有，我在大家不是去唱那个 KTV 啊，庆祝我们百万订阅。百万订阅，掌声鼓励。掌声鼓励。然后我就反正跟你讲，我说先不要那天，不是那天，就是我现在到底是哪一天？就昨天去，我明天要跑半马嘛。你昨天带了这4个女生，然后一起去唱卡拉 OK 庆祝另外百万订阅，这边还有一个很白的蜡烛。后面都是工作人员在闹，你们在后面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你慢慢闹啊！来，请看影片。对，今天我们唱到早上7点，然后明天早上6点，台哥要挑战人生的第一个21K， 特地赶来公司。是不是？因为我跟你讲，因为我今天早上起来，就是，并就不是今天早上起来，就是很快就起来了。只要是没什么睡觉，然后这样昏昏的，会很开心。所以你现在很高兴？对，我很高兴。所以你的重点就是？我不是很高兴，我是很高兴。可是我。明天劳师动众，怎样？所有的教练、所有的成员全部安排好了，怎么办？天哪！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啊，你一句话了，要有，我跟你讲 ，OK 了。我说，我现在膝盖又痛，然后腰又痛，所以你到底要不要取消了啦？瞧一下啦，这太神奇了！一句话，干，真的，一句话，你们真的一句话。明天跑就跑，没有话说。好了啦。想结案，对，想结案。跑了。要多久？哇，刚好回来了。这边、欸、跑完了。画面都拍到没有？我跟你讲、啊、不要再吵了。
今天这个情况真的很不错。你说，你说，你说这边是哪里？官渡码头，就你家楼下。你家楼下。台哥终于到这一天了，经过了训练啊，练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今天不要讲，不要扯这些，我跟你讲，真的，因为今天天气哦下雨，而且今天温度哦太冷，很舒爽，舒爽吗？而且我觉得我现在肌肉有点僵硬，我早上起来整个都硬了。你不是挑战想要加入 Fast 42这个团队里面吗？哦，这是一个很屌的 team， 一个马拉松人一定要过42，42公里如果没有办法过，没有办法加入这个 team。所以我想我今天就退，宣布退出。不要闹，我跟你讲，今天很荣幸的，他们整个团队的成员全部到这边为你加油，送你一程了啦，来掌声鼓励。我这次发表一下感言，我刚这是 ending， 我刚就先做 ending， 我怕我等下做不了 ending。不要闹！我跟你讲，我们今天请了精英两位教练，欢迎教练。好，教练，哎，你好，教练，这一看就是教练了，不要啰嗦。这是个死哥教练。哇靠，他体脂大概是10以下。哦，差不多。哦，10以下，摸到了，摸到了，摸到了。教练，请问马拉松的经验已经多少年了？你说没有跑之后吗？不当选手之后就训练选手，就训练选手。对对对。哦，像 Fast 42的话，现在目前成员大概有多少？我们有40位。所以您还差两位选手，陈百祥选手。掉掉掉掉，一次可以吃42个水饺。好不好？厉害厉害。教练，那我就问一下，我现在一开始早上的时候，对不对？腿有点觉得硬硬的，现在又想大便，这样是正常。真的，等下跑的时候就顺了，也通了，好不好？这个现象叫“惊加错赛”，就是这边惊。上哪位？像你什么叫？你先等一下，怎么了？你先带着什么东西？我没有，我造型先抖啊，因为今天要拍漂亮啊。干什么东西？谁老谁什么东西抖？不要破我的梗。所以今天我现在是参加半马，面相来看有没有可能今天能够完成？一定是没问题啊！今天我们还特别派出了吴敏教练，还有我们其他的 pacer 跟 1.0 的学长跟学姐。啊，对，他们已经陪我训练了3次了，第4次也当过最后一次了，就怕你这一次。喂！他们就会细心的调教你这21公里。台哥这样子好不好？也不要说我们给你压力了。等一下呢，成员们他们会先出发，英姿勃勃这样冲出去，说不定也给你一些振奋、一些激励。光看到他们每一个人这个样子，怎么办？他们是全台北市体脂肪最少的一群人。我跟你讲，破壁兔，看一下我们这边的 Fat 21，这是我们麦卡贝的成员。好了，看谁先放弃啊，拼了啦 ！Check it out 了啦 ，OK 了啦。We are Fast 42。哎，张老师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看到他们那个 Fast 42， you know， 你在狼都一起啊。我跟你讲这样子啦，因为我们知道啊，说其实半马并不是短短的时候，我们控制你一个多月的训练，你就真的可以跑完。所以今天我们大家心里面是非常非常有一个共识，你就尽量。食物我们都准备好了，补充的食物、补充的水、香蕉、毛巾。最感人的是木曜团队全员参战的，掌声鼓励啊！从头到尾，从头到尾，真的假的？但是我们这边也是秉持的一个理念，就是不勉强，不成英雄。万一真的受不了的时候，就中间会离开。不成英雄嘛，非来干嘛？我们中间还有一位极限跑者，你绝对想不到。他平常是一位练跑的好青年。哈，大壮，你是练跑青年？有个小小兴趣。这个，我们今天这一段的旅程就交给纳豆了 ，OK， 好不好？所以你看，食物、水、陪跑员，甚至万一真的不幸发生一个什么悲剧的时候，我要这干什么东西？百密无一疏，我会在不断的在一些里程碑帮你增加一些选择。不信的话，你现在先茶杯是不是？是选茶杯，是选茶杯，也可以是那个啊，不会吗？现在几点？现在几点？8:10。那这样学长要带我先暖身一下。我靠，你还要暖身？要暖身了，学长学姐，欢迎。
是我的那个专属的学长教练。教练哦，今天还有另外的教练。教练，您的自己本身的记录是？马拉松最好3个小时11秒。哇塞，42公里3小时11秒。您个人最好的成绩是？现役选手，800公尺，最好是2分21秒。觉得压力很大。2分21秒，您教练您自己本身呢？哦，我就是一般的配速的这样。这两位等等会帮你配速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真的吗？所以今天每一位都会陪台哥跑到最后吗？对，他配。对。您呢？我在终点等你。你不跑？我帮学姐解释一下，因为他下周有一个比赛。哦。他不能把他的精力浪费在像你这种人身上。OK， 他会陪伴你，对。其实我跟你讲，我昨天已经自己分好了，因为我平常都跑5公里嘛。其实我在想，就是跑4个5公里。对，你一周练跑超过4次，每次5公里，其实只是你一周的量而已。没什么嘛，只是一周的量，一天跑完而已。对呀、啊，这有什么？这有什么呢？有什么呢？对啊，还该冲了，暖一下，暖一下，暖身。啊，不是蹲不下去。可以差不多准备起跑。就可以准备起跑了。出发了啦。好，半程马拉松21公里，挑战开始。你自己跑想放弃就放弃了，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大哥，大哥，学生就送你到这边了。等一下，大哥，学生就送你到这边。等一下，师傅，太快，送太快了，靠腰。我跟各位解释一下，旧伤未愈，上次骨裂还没处理好，不是我不跑，是时间没到，山压。好，我们祝福台哥今天的半马挑战可以成功，赶快跟上，我们抓到永威，切给他，给我300公尺，没有，还没有人要离开的 ，Erica 屌了吧 ，Erica 长进了，太屌了。啊！现在才完成1公里，陈万强，你刚刚不到150公尺，没有，147啊！哎，我们的老板照顾好，都掉不掉？掉！哎呦 ，UZ 不行了 ，UZ 不行了 ，UZ 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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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UZ 了你休息，尤泽，辛苦了，好，尤泽辛苦了，尤泽。靠腰，我在跑步哎。对，你刚欠了腰，尤泽一定要打，对，尤泽一定要打。
可以吗？还可以。我们先集团，来领先集团哦。主持也不行啊。主持。哎呀 ，Eric 在2.5公里的时候退场了。哎 ，Eric 退场了。对，汪荣，他膝盖受伤还来跑了一圈。现在我们只剩6位了。啊！你刚刚还在领先集团了。我刚一直在调速，一下拍后面拍人一下。你是山里的孩子哎。当然，如果是我5岁那一年，跑42公里就没有问题。哎，我看一下，我怎么可以了？真退吧。我觉得不要你跑队。Maria， 确定阵亡？不行了，手太酸了。婷婷，再就交给我们。慢慢。是多了。阿文加油！阿文，你慢慢走也 OK， 反正就顺着这条路。顺着走就好。现在队伍剩小郭，小郭很屌。国民老公姚跟刚刚说不行是前一公里，今天还在撑着阿良，还有我们的完美助跑员。哎呦，很松哦，小郭还可以笑啊。阿瑶是脸红红哦。阿瑶应该快不行。谁来玩？谁是？不要，老师死。有小郭放在地上哦，哦，手手。真的没几公里了。哎呦，哎呦，那怎样？可以，是时候了。你们都很有体力，感觉可以撑完。谢谢，我好像是硬顶的，好像也是。哎、欸，阿、啊、小郭，老鼠屎。哎，活到最后，想吃老鼠屎都不知道哦。这个太精彩了，感谢对方。老鼠屎了，拜拜，谢谢爸爸。来，来，来，我们要跑。哎、欸，女孩，现成辣妹，要不要考虑一下？放弃吧，放弃，这边有甜美的果实哦。哥哥的车很快哦。嗯，在第8K 的时候，竟然出现一个逆转的情况，怎么会这样子？现在路太复杂了，我要先带路一下。很屌。折返，折返，
欸，我想是这样，我刚才中间的时候，我的左脚就开始痛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变天了，现在下起了滂沱大雨，然后又遇到了一个问题，是我们原本预定的路线前面竟然封路，我们决定让台哥跑十公里之后折返。各位看看我们身边的生命斗士，刚才几位已经全身都淋湿了。我没有想到百强哥你们玩真的，我觉得你们是这样在搞 YouTube， 我突然觉得好惭愧，我们都不要这样说。鬼哥，我们下一次有一个全马的，你会再来吗？全马如果全是马子可以考虑，如果是这种的，哎，那就要再考虑了。我们一起迎接生命斗士的到来，大家加油！海哥加油！有需要助念吗？有需要助念。扇子拿过来。恭喜你到达彼岸不远。台哥，台哥，这么大雨你要冲吗？你要冲吗？风雨无阻啊！太屌了，切给他 ，Go！ 耶！完美！完美！卡贝的生命斗士，变了，借亏，快来，对，希望下次百强可以跟我们一起跑二十一半马。消息够振奋吗？哎，跑起来了！跑起来！15:03。哎，台哥，你体力真的不错，超厉害！不跟你哈拉，你专心跑步。很重哦，这个灵哦，我看要多念一些回向给他，不然他这个不会好走的。你还怎么还有？哎呦，还有体力。我们加油，终点已经有大批人。加油！叫 VT Boy 来干嘛？叫电子花车嘛。伟哥说一定要去台哥，伟哥给我枪，我把伟哥毙了。伟哥加油啊，我们剩3.5。伟哥加油，我们只剩下
3.5公里哦，可以加油，要完成半马了。什么叫做只剩下？我的靠背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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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个龟，你给我开什么车啊？我这样刺激你，你还不能觉醒吗？我这人屌，感动，充满喜乐。靠腰，哎，大哥，我不得不跟你说，你肚子都小了，小你老。你这个龟他妈是怎么刺激你都不会下来，就对了。我跟你讲，我这我过了哦，明年办一次你5公里大赛了啦。怎么样？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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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办法，能不能有终点线？就在眼前。然后剩300公尺哦，剩300，大哥加油！然后剩下130，加油！放弃了，拍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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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，大哥，大哥，拍得到吗？谢谢 Wiki Boy 来助念了，靠腰。恭喜你到达西方。谢谢 Wiki Boy， 谢谢伟哥，谢谢伟哥特别过来赞助。你们真的是玩真的哎，是玩真的。我跟你讲，下次如果你没有来参加哦，下次你没希望了呀。你来换 Wiki Boy 来助念。还跟你刚跑过桥的时候那个火汤有喝。对，我们没有想象到说你办法跑完还可以讲话，你思绪都很清楚。像这样的人，对不对？明日全马没有机会。不要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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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不要闹！终点塔可能就要两位。好了，我们要雨太大了，我们赶快说，台哥今天的一日半马由你来讲。一日半马拉松成功。完赛了吗？进来点。刚刚中间发生一个很感人的事，上面问 Eric 说，如果这两个龟完赛的话，加薪多少？ Eric 那时候心里想说，怎么可能完赛？所以他就说加薪50%，没有想到竟然完赛了！天哪！跑完的感觉怎么样，小郭？我们觉得感超冷的，然后没有人，没有人。好啦，全给到了。他是被迫完赛，因为没有人可以救你们回来。
哇哎、欸、哇 Tommy 上好耶、啊欸欸你好彼此记录，就是我们在拍摄的时候，你没有办法陪我跑嘛、嗯？可是我们知道你又再次破了自己的记录，对，告诉我们42公里，多少？3小时03分。掌声鼓励、哦！太快了啦，进步13分钟哦。他本来的记录是3小时16分，3小时03，他一定回来还是会很遗憾，因为他觉得差一点就破二，对不对？你会想说破三。对破三对，如果说是2小时59，你都会觉得哎呀呼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差，就是、每次跑都会觉得差这么一点，就是这样。然后说那个零头去掉，我就进到就进一位了，嗯，是不是这样？最好成绩。哦，我刚好3小时，刚好3小时整。对，然后过三天会比。再跑一次，希望你再破纪录。好，谢谢台哥，再破纪录，掌声鼓励，掌声鼓励。我现在开始3天后啊，哎、欸，对，礼拜日。好，真的、啊，那我们帮你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。哎、欸，台哥，你有玩赛礼，你知道吗？我有玩赛礼吗？有，真的假的？我准备一个小礼物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玩赛礼？对。你还记得你第一天在 New Nighting 看到那双鞋吗？对，我觉得都很漂亮，对。对，那送我吗？真的假的？哎、欸，开你！哇！台哥跑全马了！全马！真的就跑全马！好帅！哇，很帅 ！Vapor Max， 超帅！这双好好看。其实一个跑者呢，这个最喜欢的就是有一双好的跑鞋，真的是这样，很屌，真的，哇塞！这双很帅，很适合我。所以以后我要鞋子可以不用再跟 Kid 要了的，是吗？是吗？啊？哎，我觉得你今天这个表现 ，Nike 应该有看在眼里。真的很感动。哇，感动感动。哇，太棒了。OK，来给。真的很感动哎。太棒了。所以，但是我觉得这个，其实这个历程就是很真实，因为我在跑的这个过程当中啊，我之前我根本就。不觉得我会完赛，真的没有人觉得，没有人会觉得。学姐笑人家，她说我最不觉得。讲真的，学姐那时候有觉得我可能会完赛吗？一点点担心。你有觉得？但是觉得会完赛，因为觉得你很认真。真的吗？对，然后有那个跑全马的潜力。不要再乱闹，这些话不要乱讲，不要闹了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21还可以撑一下，但你42不是开玩笑，那是会出人命的，不要闹了，好不好？学长，你看到我跑的时候，你觉得我有可能完赛吗？我觉得要就是把时间拉长看，因为你从一开始我们三路的3K 嘛，是你跑了22分50秒，对，那时候其实你跑的感觉就是。会比较吃力，对，可能刚好跟山路有关，刚好跟你比较久没跑步有关。可是经过我们又在设置岛头嘛，然后又有 NTC 的训练，对，然后再加上其实你不止就是有这些活动，你还会自己去健身房跑，对对对，这就差很多。然后到那一天真的看到你真的又进步了，有进步。跑步感动的地方就是看到自己成长，一点一点进步的地方，对。我看到这个进步是要干什么？很感动哎！这个，我觉得有些时候马拉松跑者他真的是一种，会不会算是一种自虐的行为？就是一种自我的挑战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我很难去解释他的感受。就其实很真的有点像那种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的那种感觉，就是真的很痛苦哎。他会有一，就比方说我跑到15公里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在跑完15公里之后，我觉得我好像可以很顺的跑完。可是就是在我跑完15公里以后，我觉得出现整个腿啊就肿得跟迷菇一样，撞墙期就出现。对，然后我就怎么跑都不会快了。但是过了18，你跟我讲说还剩下3.5的时候，有没有三公里的时候，我觉得哎，其实我觉得那个 energy 又开始回来。那个时候是轻松的，不轻松，就是脚已经变成没有知觉。可是好像是这样，你有一个点让我们大家都很意外，我相信所有的观众也是，就是你大家看到影片中一路上，其实台哥并没有说累到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他还可以开玩笑，他有意识到说他在主持节目，
因为我们后来玉山爬到末端的时候，台哥那时候是真的距离往生只差一线，他根本没有办法开玩笑，他就很认真的在一步一步走。可是他你跑半马的时候，你一直的状况都很巅峰哎，会不会你潜在的力量已经爆发出来？你天生就是一个全马选手，会不会是这样？不要再乱讲！你跑147公尺的，你凭什么驾驶？一百四十七公尺，我真的 OK。我要不要下去跑147公分？我其实70公尺的时候就想放弃，但我想说，我多陪你一点，我靠呀，跑了一倍，70公尺你还用跑的吗？用跑的，你用单脚一跳就70公尺，好不好？不要再闹了，还什么讲回头转说什么？哎，你的腿什么？然后什么遇到什么骨裂什么什么？讲那种干嘛？医生说不推荐。哪个医生叫他出来？就是对哪个医生？王医师。都是王医师。永远都是王医师。王医师说不推荐，好不好？就是这样子。好了。但是我其实觉得这个，跑马拉松是一种意志力的考验，但是全民运动，我觉得是应该大家要推行。真的。真的，大家如果每一个人呢、啊，我们如果推行这个，不管说是跑步啊。或者运动，如果我们全国每一个人都减1公斤，我靠！你看我们这国力会增强多少？真的吗？当然了、啊，是这样算的吗？我当然，2300万公斤呢、欸，你摊在那个地上都变成什么了？就是全球全台湾的人，每个人都减1公斤，都减1公斤的体脂肪，台湾就会长高3公分。哦，都减轻了，就是这样子啊。只要都减1公斤体脂肪，1公斤体脂肪很难减。1公斤体脂肪，体脂肪很难减，一趴都很难减。对，对不对？要有训练，要有训练的，是不是？好了好了，谢谢台哥，这样应该算是 Fast 42的荣誉会员了吧？超赞的。哦，没有没有，我现在还是 Fast 21，还没有到 42。OK， 42我觉得本人暂不考虑，暂不考虑。阿弥陀佛，谢谢，不用不用。先考虑三铁。三铁好像我最近有点，你觉得可以吗？我觉得有机会。1.5 嘛，51.5嘛，总共5.15啊，1.5的40的10嘛，就先游1.5，我没有半个字听得，先游1.5公里，游完以后骑车骑40公里，哈，骑完40公里以后跑10公里，嗯，应该有机会，就到家了，会不会全马对你来说比较轻松？新竹的朋友到家，不会，一直要全马，其实骑车很烦哎。我是骑过，骑到30几公里的时候就开始烦。你讲这个点很好，其实跑步也很烦，就是一个尤其一个人跑步的时候是会很有点无聊。我们这种不常跑步的人，对对。但我觉得我们这次的这个一日系列有一个呈现的手法很好，就是你一个人跑其实很无聊，但我们一群人一起跑就有一种奋斗的感觉。所以说我们把它呈现的就是像节目一样这样嘻嘻哈哈，但是这过程之中实在是不容易，又下了那么大雨，真的很感动。我希望这一切 Nike 都有看在眼里，就是一个53岁的老体。然后这样子去挑战，希望你可以是全台湾第一个拿到专属骨灰罐的艺人。对啊，真的太感动了。我的扇子嘞，打一个嘞，打一个勾，火葬。不要再闹，好，不要再闹了，好不好？在这个欢乐的气氛当中，我们也超时10分钟，超时这么多，超时费，不好意思，超时费拿一下。OK， 还意犹未尽的感觉，意犹未尽。感谢今天学长姐还特地。来节目就为了送这双鞋，谢，真的感谢，真的超级感谢，真的感谢，谢谢感谢。而且我希望我们之后还能有机会常常一起跑步，因为其实我在他们身上学习到很多东西，比方说跑步的技巧，或者说是因为跑步真的有技巧的，呼吸，我以前都不知道配速啊，或者是怎么样暖身伸展。哦，现在我已经可以教你了，不会配速也会暖身伸展，对，就请私讯我。OK 的，下次大家约跑。对，我有 LINE 的那个私讯我。OK。好了，我跟你讲，真的谢谢 Nike 啦。对。而且有一个细节大家一定没看到，我们的 Fit 21所有人身上整套都是 Nike 赞助。全部 Nike 赞助。Nike 赞助。好不好？谢谢 Nike， 谢谢。不啰嗦。好了。好不好？谢谢。当然，我这次这个大破节选手也对我有一些启发了。真的，你有吸到他的气吗？我觉得有吸到他的气，而且我觉得大破节选手很了不起的一点是，他是以亚洲人这样的一个体型，他是2小时5分，哇，完赛42公里，算是亚洲奇迹，我觉得。真的是奇迹，他已经要破进1小时内了，我靠，他就是下一次跟他挑战的哦，是一只花豹哦。哇，花豹可能没办法，花豹可能没像他跑这么远。对，花豹真的太快了，真的是这样。好不好？好了，台哥，我跟你讲，谢谢你，希望你就说一句感动的 ending， 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结束了。一句感动的 ending， 就是讲一个好像座右铭这样子，一句话勉励所有的，我不管勉励谁，想参与这个跑步的人，这样子是不是？对，
努力努力再努力，奋斗奋斗再奋斗，奔跑奔跑再奔跑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一直跑下去。OK， 就这样。OK， check it out， thank you。好，莫要时代玩这个非常谢谢两位，也谢谢很多感谢的人，谢谢 Nike。今天要谢谢哪些人呢？我们看一下，有谁？来，字卡、欸。这样子，各位观众，我们本来说好要恢复抖内，可是我觉得今天超过有点太多了。我们下次，我们下礼拜一次把它念完。谢谢今天热情抖内给我们的粉丝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热情抖内。好，我们下礼拜一次念完。来，我们先看一下有谁。谢谢百强，陈百强，谢谢瑞颖，硬强百千大麦克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在谢谢大家之前，先不要离开。等一下会公布我们下礼拜的特别企划，为什么要在101直播？请期待下礼拜的101系列。拱拱拱拱拱，命命命命！等一下会有告诉大家有预告，有预告，大家不要走，看先不要走，看一下预告好不好？ Yes. 当然我们要谢谢那个麦，那个 Nike， 这次 Michael Jackson 啊，谢谢 Nike 啊，对我们这次的赞助非常谢谢，还有谢谢这个摩尔空间，真的好不好？摩尔空间给我们很大的空间 ，OK， 谢谢大家的赞助。然后希望大家多多运动，运动强身，好好的锻炼啊，强身强骨 ，OK。一日最老跑者成功，停。莫要时代玩，我们下周见，谢谢。Check it, check it.